那没有本土的个案。指挥官陈时中捎来好消息，连续第五天本土零确诊，但外购新冠疫苗似乎出现障碍。陈时中更在电视专访中不满大国超买疫苗造成垄断，点名世界卫生组织不够力。我应该是说 WHO 应该是说有心缺力了哈，有些的心，但是欠缺些的绝对的商业力量哈，当然就会形成一些困难。隔了一天，陈时中气消了不少，但眼看欧美大国纷纷开打疫苗，台湾却看得到买不到。原本预定三月到手的疫苗，现在可能要延期了。现在有一些厂的生产出问题的，那有一些发生一些小小的灾难的，这些当然都会影响到相关购买的一个时程，跟他进货的一个速度。外购疫苗变数多，只能把希望转到本土疫苗上。而国产疫苗也有好消息，食药署在29日宣布有条件核准联雅生技进入第二期临床试验，成为国内第二家拿到二期通过的厂商。目前高端疫苗进度最快，已经进入二期临床，力拼6月上市。而联雅刚核准二期临床，也希望赶在8月上市。国光疫苗则是退回一期试验，何时上市还是未知数。而现在国内疫情升温，各种疫情谣言也跟着来。最近网络流传一则讯息，要大家别出门看疫情控制状况，还署名是指挥官陈时中，让阿中部长本人跳出来澄清。在这个防疫期间，我个人是不会自己来发文的哈，我自己要发相关的文，都会透过指挥中心，哈，或者在这记者会哈，跟大家来说明。陈时中也提醒，散播不实消息最高可罚300万元。虽说连续五天本土加零，但不逃群聚感染还没落幕。2月1号起还得展开全院筛检，所有框列者隔离期满筛检前都不能松口气。华语新闻林静婷、陈丽婷台北报道。